原话也是水个好。古今解说两句，我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说，解问说的。好朋友，咱来讲，讲过去一两百年前无新闻、无报纸迄个时代，社会发生的代志，真侪诗人写诗甲记载的。你像讲清朝时代名诗人陈兆兴，伊写迄个海盗的得机书，将怎拼？牙刀小台，有诶江山，台甲老火老地，诗句安怎样写？伊讲：栽进后人将化干，好人下口自欺人，劳动日后上残杀，人命如斯事操干。咱在怎样讲？清朝时代，都小小淡薄啊，草嘴叮当，牙刀牙枪出来拼真济。唔是干呐讲漳州拼泉州，河洛拼客家嘛有，甚至隔壁庄头都咧抬啊。所以是古讲，讲后人彰化遐，我那抬有着。过来北部、宜兰、上山，较早讲下口，甚至搬过去到罗东，同款听到人安尼隔壁庄咧拼，互相为着利益咧抬。罗东也好，上战杀人的命，人的命真正都无价值了。过来另外一首。我那单调形下海盗的技术，是故讲起止分钟数十年，时停时作何堪定？生有血染开江树，独送静烟俏石川。起止分钟几十年啊，安尼吼，这边台那边刷啦，互相小堪定。这桩台了，有诶走过来，迄桩继续台啦。本来。但台湾在咧开荒，但台湾在咧开拓一页历史，到尾啊，算你甲全全毁啦！真侪精英，真侪有才情、有发挥的英雄好汉，可怜，但害到江山拼河洛拼客人中间去丧命，唔那安尼，搁几方笑笑啊呐？笑讲较早抓鱼啊，用竹啊编的迄卡人啊，即马咧趁了过命尔，迄卡人啊拼戏上。简单讲，乞食本有人乖啊花，有贪淡薄啊，未晓孝服，未晓报孝，现主席的成果，安尼互相抬，互相斗，实在现手底啊嘛，互看，感慨诗人陈兆兴，感慨无量啊。